充足的话，你的敏感症的这个几率也会下降。如何有效排除过敏源？马六甲近思书轩邀请健康咨询师黄奇瑶分享过敏的成因，提醒民众该从哪些地方着手注意。生活上呢，有些东西我很爱用高温去煮，原来遇到高温是有不好的这个效果。里面的这个是能够排重金属的，很好的纤维在里面。讲座当中，讲师也示范抗敏食疗料理，天然蔬果预防过敏，提升免疫力。就是说可以从我们的料理里面改变吃东西的方式，来把自己的身体弄得更健康，这样子。简易的料理方式又充满天然色泽，让身体的免疫功能增加，身心都疗愈。台新闻林慧珠、谢丽慧，马来西亚报道。